就是这个地方啊，汇丰大分行。OK， 成功下卡，就是等待时间比较长，跟国内一样，你预约了才可以抽号，抽号完，然后就是等待叫号，然后整体办完也就半个小时。前提是他要问你开这户干嘛，就有可能买港股或者是买保险，然后接收这个 YouTube 工资，然后刚好就聊了一会儿，顺利，挺顺利的，反正也不用存什么，要求存多少港币，我一分钱都没存，也没有带现金，也没有带，他问我带现金没，我说没有，也没有其他要求，反正说实话办卡有点紧张。刚开始问我办卡你干啥，感觉有点要被拒的感觉，说你内地卡也可以接收呀，我说备用，聊了几句感觉态度又缓和下来了，就成功下海了。现在去周云约的是2:45，时间早早去也是应该可以抽号的，因为约对面很近。这个感觉在国内这种 CD 啊影片呀、这种店面很少了，几乎看不到了。它这还存在，还开着呢。是啊，我还好着呢，这种公用电话。一路走一路转，这边感觉更当地化，卖菜水果，生活区，差不多8元一斤，输完2斤。OK， 这个就是这边的农贸市场。不过他这儿都按份卖，8元一份，这也是10元一份。看一看这边猪肉的价格啊。26，这是特价。这蓝莓40元3盒，这品质比西安的好多。西安那种特别小，特别特别一半大小，一盒都10块。这个我的天哪，这水果价钱我感觉比西安都便宜。中国银行香港，然后。开卡，走吧。他这儿的一楼相当于我们的2楼，所以我要上一楼了。欢迎你好 ，OK。好了，中银香港的卡也办了，但是现场拿不到卡，后续得寄过来。这边中银稍微有些麻烦，如果你是就是。个人用途不买股票的话，好像是不特别难办，然后还得提供香港的住址你才能办下来。然后刚跟他们店员也聊得挺好的，有一位说是要去西安玩，我说去西安你联系我呀，去西安我是专业的。他问先啥时候去比较合适，我说千万要避开节假日，这个是真心的。节假一定要避开节假日，不管去哪儿，真的没有任何体验感。这儿有一家小店，牛腩面，尝一尝。支持微信，好像支付宝、八达通可以用吧？可以啊。那微信、支付宝呢？可以啊。也可以啊。给我来个牛腩面。牛腩面，你们家的云吞啊？不，正常的。就牛腩面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35。我先付一把。好了，要了一个牛腩面，再吃，吃完了就出发了。这牛肉挺嫩的。这虽然是香港的服务员工资，收银员14500至15000，好厉害。这边值班经理17000，时薪高达60刀，不是60港币。
上次来就这个。这儿休息一会儿，开始出发。坐着等车，这个上车了，港澳特快，港澳快线。这大巴看一看香港的风景。好了，现在到澳门了。晚上睡不着，然后说一下今天办的两张卡，一个是汇丰香港，还有一个中银香港。然后我大概说一下，第一就是要提前预约，因为预约之后你才能有现场拿那个号的权利。拿到号之后，然后现场就排队，排队到号你就正常办就行了。预约呢，就去他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预约就行。然后需要带的东西就是身份证，还有港澳通行证，还有一个过关小片。但是这个过关小片我是真想不通，这个为啥要带？这个通行证和这个不是没联网吗？还是咋回事？但是这个小票一定不要丢，得他银行还得看一下。然后去了这汇丰和中银两家银行，第一件都问你开卡的目的，所以我建议就大家一定要想清自己的开卡目的之后再去办卡。然后我是可能就接收美元啊，然后我跟他说后期有可能再看一看香港的股票、美国的股票，还有香港的保险之类，就顺丰就特别爽快的就 OK， 然后在 APP 上一操作填一些资料，就半个小时现场就拿到这个卡了。但是中银香港这边遇到了一小小的挫折，因为我还是说的那些理由，接收美金啊，或者是有人转欧元或者其他呀、啊，或者是买后期可能买股票，然后可能买保险，但他就说可能的话呢，现在这个不能当为理由，如果你要办的话，就必须你要有香港的就是工作证明，类似要么就是你在香港有亲戚。这我说这个都没有。如果说你确定用这个卡用来投资股票的话，那目前是可以给你开的。然后我就说那是我要可能要看一看港股之类的，就说就我说了唯一这个理由，然后他就还是按照程序啊什么给我顺利就把这个卡也办下来了。反正就又遇到这一小小的挫折，但是最终还是办下来。然后他的这个卡是两周之后直接寄到我的现住的地方，因为我现住的地方和身份证上地址不一样，所以他是需要一个地址证明的。是这个地址证明和刚才他要求那个地址不一样，这个只是一个寄送实体卡片的一个地址证明，所以就当时我早早就准备了这个信用卡的账单地址，他看了一下说这个可以的，然后就顺利开了。当场开完之后，他是给了一个类似这种通知单，里面的账户啊、密码呀、香港账户还有外币账户都已经开通了，都已经让我设置了。他说其实那个实体卡要不要都无所谓，所以已经顺利拿到了，而且 APP 上都操作完了。然后需要办这个香港银行卡，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想清楚这个自己到底是用来干什么，所以这点很重要，因为他真的会问很多你开这个卡的理由是什么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。带东西就是这三样，其他东西你就准备一个就是地址证明，万一下卡了，他是你如果身份证和你现住的地址不一样的话，他就要看你这个信用卡账单上的地址，所以就这个地址证明。好了，办卡的分享就到这里。